每个家里总会买各种水果，其中苹果是必不可少的。饭后来一个酸甜可口又美味的苹果，再好不过了。那各位知道苹果都有哪些好处吗？苹果营养丰富，多吃苹果不仅能够补充人体缺失的营养成分，而且美容又养颜，最重要的是能够改善气血不足、睡眠品质差等现象。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经常拿苹果生吃，殊不知煮熟的苹果口感更加香甜美味。最重要的是当中的纤维能够帮助人体排出体内废屑物。苹果加热之后，当中的膳食纤维果胶得以软化，它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掉。好处多多的苹果，很少人知道它和另一种食材搭配一起煮着吃，营养翻倍，它就是小米。小米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粗纤维，而且多吃小米养胃又暖胃，促进肠道蠕动，加速体内代谢，润肠又通便，同时它滋阴养血，对皮肤也有非常好的养护功效。另外与各位分享两道苹果相关的养生料理：苹果山药汤。原料：苹果500克，山药30克，麦芽30克。做法：苹果洗净切块备用，山药、麦芽洗净与苹果一同入锅，加入适量水，大火煮沸，小火熬制1小时即可。苹果山药汤可是有健脾助消化的好处哦。苹果山茶大枣粥。原料：苹果350克，山楂干品15克，大枣10枚，粳米15克。做法：苹果洗净，去皮和切碎，与淘洗干净的山茶、大枣、粳米一起加水煮成煮即可。如果此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帮我们按赞分享，让更多人知道哦。